等一下，还没到露营啊，等一下。因为它这个水量还是很够，所以比较多。其实它可以更水一点，就可以更多。但是不晓得它比例要多少，我觉得牛奶可以少。牛奶一定要做一点太多。朱雪，你上次就是因为太厚烤不好，所以他有经验。这一次我是要压扁。因为他想多吃一点。没有薄薄的比较好吃哎，比较脆。对啊，我们也有做过啊。不一样。就很薄的这样。因为